王建民最近奈定定甲雅芳咧见面啊，伊是真心咧关心雅芳的脚，还是用什么代志咧威胁伊？你讲有定啊代志要找我讨论，是啥物代志？我听王雅婷讲，因家附近一区准备要拄更啊，有建商开足贵的价钱是要卖，所以我是拍算甲因家两店面做伙卖掉。安尼时间，因公家的人就准备去困功课。你妈有白来了，安卖厝哦，无遐尔简单啊。万一发现是你伫动脚手，你会想入壁坑啊？这你不用烦恼，哇，早就已经计划好。我先甲阮家迄两个老的骗去装卡，王雅全无常常转来，免烦恼。像王雅婷迄个镜头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卖出了哦，我会甲钱藏起，即零煞起伊头壳顶，到时阵伊绝对袂发现是我咧闭鬼。这件代志哦，也是先找彤彤讨论啦，啊，你莫大主大意，甲伊决定。我用网友放这张病，伫往家处处入面遐尔侪，皆拢无人怀疑。你是惊啥？我是惊哦，你代志无处理好势，啊，新闻曝光哦就刷刷去啦，搁会甲我啊搁彤彤拖落水。甲往家不好到进前，我是绝对袂互人抓到。我今日行到这地步，拢是王亚芳害的。伊上要紧的就是到的，所以。那些当甲阮家不甲农地刷体家破人亡，对伊就是上好的报复。就算讲哦，你甲伊厝卖掉啊，啊伊卖了搁找一个所在住。甲厝卖掉只是头一步尔，刷来我会利用阮爸和全全的钱，甲阮家比较糟头无路。我卖继续王亚芳的身份欧阮爸的钱，等我甲祖家所有财产提到手，就算伊发现我钱无，也一定袂回来。啊！等你摕到恁爸爸的资料，后一步你想要安怎做？安怎？听到钱，目睭拢紧起来吼！放心啦，应该乎你甲彤彤的一千五，你拢袂少。你想要创啥？卖徛起来！我头刚坐伫个轮椅，我脚拢麻去啊！我徛徛徛是安怎？袂用的啦，你伫外口，千万唔通徛起来，安尼较保险啊。真正足啰嗦的呢，我徛起来死哦。哎，恁两个啊？是倒一个天才讲要约伫遮的，阮哥就秘伫迄条后壁，迄干事连恁敢知影？若毋是我姨父发现，杨嫂子家惊走，那你叫我入别坑啊？就天气呢啊！啊，拄只若毋是我阻止你徛起来，你脚步受伤的代志，就叫人发现啊。那恁哥敢有发现啥？徛伫个遐应该无听到阮讲的话吼。伊离恁遐尼远。应该是听袂到啦，啊！不过拜托的，以后要约，约伫咧较隐秘的所在啦，还遮尼无细腻。啊，这就表示讲哦，恁爸爸顶届看到我甲长凤见面，伊也是有伫咧去怀疑啊，这叫许周公平群众话。我想哦，咱即阵啊，还是卖见面较好咧。妈做代志啊，嗯，全全大汉了，你要笑晕了。妈，你先干你。
注意，无搞我哥哥。唔免啦，真正唔免啦。阿妈，就像你遮有一个疤痕，那会无用？倒位啊？倒位疤痕？都阿妈的手腕哦。就像妈妈去做梦的时阵疼的。啊，对啦，我之前去病院拄到恁雅慧阿姨的同事啊，阿姨是做医美的，就替我除疤。哦，亲，啊，你安尼专工来阮家拜访，一定是有原因。有啥物话你就直接讲啦。是安尼啦，我听着彤彤哦，甲曹凤咧讲电话啦。原来哦，因私底下阁有咧联络呢。啊，因是咧联络啥物代志？我是无听着啦。啊，毋过曹凤哦，伊是通缉犯呢。甲曹凤有关系，一定是无好的代志，阁予伊安尼发展落去哦。我惊讲咱两家哦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啦。亲家、亲母，恁是真明理的人，我认为这件代志哦，爱予恁知影才对啦。亲母，多谢你啦。自从阮彤彤嫁去恁家以后，一直咧甲恁添麻烦，想袂到恁一知影这件代志哦，阁翻过头来顾虑着阮。多谢啦，你莫安尼讲啊。虽然吼，我无接受彤彤这个新妇，啊，不过我真欢喜有恁这么好、这么明理的亲家甲亲母啦。彤彤的代志哦，我希望你会当秉公处理啦。不是爱恁这边伊哦，我是希望讲哦，恁会当想办法纠正伊的行为甲观念。这一定一定，我甲阮太太会好好讨论。将这件代志调查清楚，亲妈，你做你放心。好，那安尼哦，我先告辞啊，吼。我送你回去啦。变啦，那让彤彤知影，伊会起疑心的啊。我有叫车，你放心啦，我家己来等，吼。好，顺便，顺便，好。恁早起真正无去啦，我即摆就要去抓人。我跟你讲，这下我绝对会帮你耍。等你再跟我讲。王建民的整形技术阁真好诶，连我拢认袂出来，倒一个才是真正王爷。出现伫大家面头前，大家目睭看到的就是真诶。咱今嘛紧甲人刷走，曹凤，你嘛来倒三工。阿妈，我对饭店一路缀你缀到这，无怪哦，连药单位拢了袂着嘲讽。原来伊甲伊换做王亚芳，用王亚芳的身份咧过生活，彤彤。你甲这件代志敢有关系？无关系啊，要哪会无关系啊？无，阮敢有通天的本领，会当替曹凤外面？当然嘛是恁查某囝甲恁囝婿做的。蒋明月，恁妈拢来到这呢，就算讲你讲无，伊敢会相信？你着甲话讲好清楚啊，看恁妈要安怎处理啊？妈，失恋了。讲失恋敢有好？你把犯人藏起，佮帮助伊逃走，你敢知影这件代志有偌严重？刚有遮尔严重？这毋是甚物大代志，只要你莫讲出去就好。你应该嘛无希望，你的囝生个怎么囝还乖哈？你偷摕别人的人生，搁胡说安尼讲，真正袂见笑呢。是王亚芳偷走我的人生，伊才应该受到处罚。所以我爱你，等你徛在我乖的面头前，才讲给伊听。恁准备等我乖？妈，妈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把代志讲出去好不好？安
你咧甲我讲，为什么你要安尼做？因为彤彤知影讲你口坑恁翁，甲财产捐出去啦。伊当然嘛爱为伊家己拍算，所以上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嘲讽。敢真正安尼？我无可能让你一错再错。恁翁为恁所做的代志负责任啊！我无可能让你把代志压压出去。你上好是点点哦，要若无我，让你一世人永远无再着开嘴。你要提我的名？卖两叔公，我唔干。蒋明月，我不准你伤害我妈。你妈都来这听咱的台啊！你别做同意，等代志失败了后，咱大家又做坏事啦。厝内的人是我的底线，非得我不准你靠着伊。赶紧啊！草凤，你先冲啥？今晚幕后我背下特别有代志。阿姨，这几天哦，都要委屈你配合我们的行动，都为了卖去哦。你要把我关起来？我跟你讲，我先生知影我咧调查彤彤的代志，假使伊若知影我唔关起来，一定马上就知影。到时阵，伊绝对袂放恁耍。好啊，我会当等恁先生来啊，恁做伙对付。曹凤，你是起啥先？你敢知你家己咧讲啥？你敢好意思讲？那不是你，恁妈嘛袂找伟家来。你若是有本事哦，就可劝恁妈好好听话。也那无，伊可能比王雅芳搁较低妙。妈，我拜托你。你就当作你今日唔捌来过家，当作啥物拢唔知好不好？无可能，我无可能又在恁继续为非三族。彤彤，假使你若阁有淡薄良心，那你就跟我做伙走，面对你家己所做唔对的代志。彤彤，你即下拍算要安怎做？是好阮来处理恁妈，还是你家己想办法处理啊？你要替我保守秘密，假使你坚持要讲出去，我就直接死给你看。你为了要安坦你的罪行，你用你自己的性命来为了我，我是在保护你，我无想要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已经伤害到我，你害我对你做失望的呢。假使你若无继续伤害我，那你就把刀仔放下。妈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配合我。若无今日不是我失去你，就是你要失去我。拜托你，你知影你要安怎做啊？吼，回去什么拢莫讲，当作毋捌来过。囝若无，恁就真吃亏啊！好啊，今麦会当准备甲王雅芳耍走。